没有作弊哦，这是盒子里面空掉，东西在我手上。皮卡丘啊，要开喽！嘿，这是哪一只？好，恭喜四五六获奖，我中了这只。一模一样吧，除了色差一点点以外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吧。我就跟你说，信我准没错，大家都想要下一二三，我天生就是不平凡的命啊。天公啊，囝，嘿啊，为什么你会知道你赢了 ？Why you know you win? Why you know you win? Fuck on the cover. Let you see, let me see. How can I scan? 哎，有人开，有人开盘了、啊。哦，泡泡开的，泡泡没事啊。这个我可以，你也可以一起赌。抽皮卡丘，小婷你来啊，我直接送你，不用抽啊。我来抱你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你来，我不用抽，还在家送抱抱一个。好热啊，我需要找一个阴凉处。那这个太阳真的是不是人干的？那你去有没有？不行，我不抱有夫之妇，有妇之夫。我们要尊重邻里礼义廉耻尊道德伦理。你闲闲可以帮忙，你今天没有出去啊？哎、欸，撞球馆、欸，你们应该有看过我打撞球很强了吧？我绝对没有在吹牛，我打撞球真的超强。你要黄的很暴力那种，例如皮卡丘。我先去把货寄一寄好了。把阿猛的货寄一寄，不然背着也是一个重量。先把货寄了，然后我们趁人不在的时候偷偷关它，就不会被人家发现差不多了啦，算了，我说认真的，我本来想去买东西的，但我就觉得好热哦，我还是关台自己去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零恭喜母喜呀！我先确定一下阿蒙的那个，你总知道是去奇美买，台中是只剩奇美能买东西了，而且今天车子在我考虑要不要今天买椅子。看一下阿蒙哥，OK， 哎、欸，你们要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我先去寄东西个东西。已经决定拿哪张了吗？其实还没有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我们刚不是骑到那个海派那边的吗？我本来想说再去上次那间看一下的，但我就想说，好累，看你俩怎么那么废，我怎么这么废，我怎么这么废？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去 seven 把东西处理好，二十万，拜拜，等一下见，或者是不见。请他。
谢谢。拜拜。那你抖内你还自己步调？小钱呢、啊？小哎，凯哥，你没钓，你钓到的我帮你吃了。凯哥，你钓的我帮你吃了。它是冷冻的。我们年轻人都是猜拳解决。拍输了就自己拿自己家里的枪蹦一下。远距离的俄罗斯轮盘，想象中的多。练两个锻炼了。你好。这个茉莉绿好吗？绿茶吗？对。好。甜度冰块呢？无糖少冰。需要袋子吗？不用。好。变化三十哦。这假啥啦？萝卜糕，炸的。萝卜糕好，萝卜糕。哦，啊，这条好，这条好，谢谢啊哈。你确诊啊？你确诊吗？你确诊吗？等下你干嘛特地拿牌给我看？你是有症状吗？那、啊、你现在是来炫耀说你只有一条线的意思吗？不是的，你没跟单单的第二条线吗？干，那你赶快滚好不好？你不要过来，我看不到，走开，走开呀、啊！我确认一下你确诊啊？你确诊吗？你确诊吗？看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你干嘛特地拿牌给我看？你是有症状吗？那、啊、你现在是来炫耀说你只有一条线的意思吗？不是的，你没跟单单的第二条线吗？干，那你赶快滚好不好？你不要过来，我看不到，走开，走开呀、啊！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有。好，再加油！开心下。哦，阿林不加的加油，这加啥啦？萝卜糕，炸的。萝卜糕。哦，啊，这条好，谢谢啊哈。QA 拜拜 ，like。这怎么用啊？我刚刚这样对不对？是这样做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要那个了吧，要表示一下了吧？看着就很明显了吧？你觉得这样几公斤？原来车子可以停这里，我学到了。啊！差点中了。Thank you.
你看我刚拍的影片，分享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不是这个啊，靠背。为什么是脱衣舞女？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。我刚最后拍的这个影片。你们要扫吗？给你们扫一下。还没下载可以下载一下哦。我们现在有跟悠游卡公司合作。这个悠游付很好用的，大家欢迎下载一下。他没下载的找我拿60，有下载的找他拿60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偷看我？这边站那么久，他们就说，我刚刚才看到玲玲在你后面呢。我这边偷偷看，好热哦！你看我屁股多久了？这个辣的蒜味，对，你帮我包起来好了，谢谢，然后放这里面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我知道 Seven 里面不能拍，所以我想看他们玩 Dragon Ball。哦，不是，这是宝可梦，我以为是那个 Dragon Ball。我以为是 Dragon Ball。然后新的哥哥是永哥吗？看这个一定是个妹子，不然他怎么会贴 VGS 五五五的？我看看艾丽莎莎啊，不是艾丽芝芝啊，不是艾丽、啊、艾丽波波。当时有困难是不是？你看。好厉哦！好荔枝哦！这样的视角可以吗？你们觉得有没有在我身边的感觉？有哦，有在我身边吗？嗯嗯嗯嗯，宝贝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？这个月份还有荔枝，台湾的冷冻的水果很厉害的，都推销到国外去了。去三峡你又不出来，去三峡玩，我也想去三峡玩啊，三峡超好玩的。改天我买一台 DRG 跟阿帕一起尬起来，然后结果发现阿帕骑 DJ 了，干，妈的骗子，这个。S 7010咨询您第15个月，但玲玲我看到你了，我在右边。你在右边？我没看到人啊，那个是你吗？那不是你吧？啊，还是这个？可是你不是啊，你的 C300 不是撞掉了？这不是你的啦，这不是你的吧？你不是撞掉了吗？哦，阿蒙我已经记了。上面还有我一点点的汗水，比较抱歉一点，不过我应该有把它包好了，它外层只是包装的盒上有我的汗而已，有点湿湿的，因为它放在我包包里面，我包包是网状的，所以
停了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. This road is all mine. I don't need to wait for a car. Because I'm the king of this road. 快跑！有车来了。那边很潮哦。对，这是你的呗。你是装耳机在听我。没有啦，我应该直接回去。我很热，你看我本来就是都太阳下山才开台的，今天还不是为了吃土给你们看。这还不错喝，哎，真素好喝啊。泡泡为了把它趴掉出来，泡泡自己牺牲自己了。看这个心，大家要一起共勉之，牺牲小我完成大家的心愿，最终阿泡还是会出来的，是吧？看我裤子怎么都白白的，是早上没有清干净吗？你看，这该不会是早上那一发没有清干净吧？不然怎么白白的？阿趴是比蛋蛋还传奇的人物，是因为蛋蛋至少还要出声，阿趴完全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嗯。哦。妹子，你再去，就不能这样子。下雨了。下雨了，它的那个路上，你看，它从新竹慢慢飘过来了。悠悠还在吗？悠悠还在吗？悠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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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不在？呦呦呦 ，K 城啊，呦呦呦！感觉你常常在续订啊，你是不是炸我啊？你是不是炸欺我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。现在是可以让人家续订又续订又续订又续订的吗？不能玩那么大哎、欸！改天会不会有骇客弄一个直接二十个月的？骑个车吹个风，把衣服都湿了。
泡泡约你植物园一起逛植物啦。你这个木头，大家都不懂，真的是木头哎，难怪你只会有 DRG， 只有3080，都不懂妹子的心，你这样要怎么追妹子？不懂你的心。对你很失望，你想要，我就问你，你想要抓抓罗蒂，你哪一次抓过了？这也太好喝了吧，只是这个也太甜了吧，我无糖的，它那个料太甜了啦，跟泡泡一样甜，它应该改成艾丽波波，艾丽泡泡，艾丽泡泡。泡泡艾莉啦，泡泡在桌上说说。你看我家那边阴天的，我家那边阴天的。差不多了，回家吹冷气，看。看其他实况组在外面受苦受难，是不是该回家看其他实况组在外面受苦受难了？我点无糖，我点无糖。你才刚来，太阳下山，我在吃那个东西。对啊，阿帕说到做不到。我肯定那是你本人，不然就是巧婷本人。这个说不准啊，说不定出来的一直都是巧婷，在打字的一直都是丹丹，对不对？你的助手该不会是巧婷吧？破案了，破案了，这一切都合理了，这一切都合理了。想问你们哦，你们觉得台湾交通乱象是因为机车太多吗？还是因为驾驶的观念政府没有教好？这两个抓去枪毙，这两个讲台湾坏话，没有台湾价值，直接抓去枪毙，直接抓去枪毙了。他这样，你看哦，他明明就有停车格就好了，就有车这样子。虽然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，但我开实况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子。你看那个路人还要走在路上被汽车按喇叭。他刚是不是打右转灯？还是没有？是我错觉吗？他一直往右偏，他刚刚一直往右偏，我以为他要切进来。
看他打麻将的人，我刚看他往右切就觉得他怪怪的了，没想到一切都是证明的，我就是防卫驾驶第一人。钓鱼烧哎，钓鱼烧专为刁民。那我开一间叫刁民烧好了，然后做成的形状都是旧成键盘的形状。你最正啊，阿趴，你最正啊，看不到的最正可以了吧？那边有看泡泡吗？哦，有。啊，蛋蛋上一次是第一次看泡泡吗？他们只是还没绿灯，我吓到了，我被那个计程车骗到了。第一次过，我牵着你的小手，每天都爱你，是否还有我？只要今天我关了台，大家解散，都一定不记得我，不记得我，不记得我。你们都说为什么不开，都不来看哟。今天凉面有没有开？对，有一间好吃的凉面，好吃的凉面在这边。这是我以前的母校新民高中，这边是纳古塔，后面是火葬场。啊，今天学生没上课，应该没有开。我怎么记得我好来好几次他都没有开啊？我来好几次他都没有开。我没有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脱鞋子 ？Story Judge Art。我知道前面有一间港丁啊，在那个我以前就在旁边的撞球馆，那个现在那个大鲁阁大都会网咖以前是撞球馆，一二楼都是撞球馆，然后那个柜台后面还有个密室，我们都已经在里面打牌。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就是我打牌打到一半，然后警察进来直接抓人，我以为他是来抓我们赌博的，结果不是，干，我们红牌桌的上面有一个通缉犯，他直接被铐走，我傻掉了，他妈的，居然直接，哎呦，小小兵好可爱，啊，炸赌是在对面发生的，就在那个旁边对面。没事，我算共犯没有啊？他被抓是因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号议员候选人玲玲，记得投给我一票。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打牌打到一半，他直接被警察铐走啊，但我们都吓死了。那是妈妈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他是通缉犯，这样就不算藏匿了吧？是吧？我这个解释合理吧？凉面周的公休，我好像每次都是礼拜日来，欸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翻一下 VOD？是不是去我每个只要经过这里每次都是礼拜日？
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我可以讲的多了的。他以前，我骑去带你们看好了。以前是在那个旁边二楼，这个大楼的一二楼是撞球馆嘛，三楼上去全部都是三百店。然后我们就会在后门的那边网咖里面玩那个俄罗斯轮盘。我带你们去好了，带你们去。就是这边之前是撞球馆，大都会往那个美食广场，这个原本是撞球馆，然后侧边是那个网咖，然后这间清安园小馆，反正这间卖吃的本来是一间改车店，然后改车店跟人家出纠纷，然后那个人直接带五百个人来砸这间店，然后那天我们就在隔壁看，干超壮观的。三百店就是跟游乐园一样啊，你给他三百块就可以一直唱啊，就可以一直唱啊，然后酒无限喝这样子。原本的路口在这里，就是啊，这现在是那个靠边，我现在来拍会被打，就是原本的网咖路口在这里，然后我们都跟里面的阿姨玩那个俄罗斯轮盘，然后一局一百，然后你赌。那轮盘上面不是有1234567890，不不不不，是一堆数字吗？然后还有红色跟黑色，然后还有两颗零，绿色的，然后绿色的是32倍，然后我们常常就压那个绿色100块，然后中3200，然后就走人了。虽然说最后还是亏啦，就是你长期赌下来，你永远都是亏的。不过中一次就会觉得很爽。然后这边上去哦，对呀，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贵，你看啊、哦，自助霸加欢唱8小时，平日只收180，你看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大专院校来电，就是表示里面都是大专院校的学生，懂吗？懂吗？我现在跟你们解释这个文化 ，This is culture。这是旧城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会去那里的，会去那里的学生，最后都被吸收成小姐了。因为你以为他180吗？没有，他每分钟1800，每分钟1800，然后那个唱去唱的大学生就直接被吸收了，直接被吸收了。这边以前也是蛮热闹的，对啊，里面都是学生啊，他也有专门否夜网那种客人的啊。你看光华的，大部分就是夜网那种型喜欢的。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有一间店可以去。这个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开，吃一个结束这回合。附近吗？我有点忘记路了。干，真的。现在哪里啊？我有点路痴哎。打扫车风向，风现在往右吹，然后回转。这是三点要找。他先把你骗进去，就是没那个8小时130，180，然后最后再把他吸收成干部，然后干部之后就要下了海，下海完之后他就变小姐了。这个套路，做生意就是如此轻轻松松啊！咪咪咪。抖咪抖咪咪，抖咪抖咪。
有市集吗？你们有人看那个吗？上班不要看的吗？他们有那个坐造飞机，有一卡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这个眷村文化馆的转角这间拍的开头，就是这里，是他们借里面的空地来放东西的。哇，今天没市集，但还是蛮多人的。还是其实这些都是不要看粉。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坐飞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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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是我坐推进去啊，我以为我是我造飞机。机车感觉要解体了，是不是该保养机车了？好久没有保养机车。对啊，但我记得这里有一间店呢，找不到。没有啦，因为这个车老了，它的那个路就跟老人一样啊，走路的时候那个膝盖会拐拐拐，它现在就是处于膝盖会拐拐拐的那个状态，需要润滑，不然就要整个换掉，换膝盖有没有？那个有人不是会换膝盖吗？还是一样意思的。那夜王起床了，说好的一起起床呢？不会，我应该会买挡车，应该是 Super Car CC125，反正就是 CC110，如果还买得到的话。上屁还在那个山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夜晚会从摩托车变成挡车，挡车之后变大型重机跑车，然后再慢慢变，十年后就变成昨天晚上看的那样嘛。你看我说的准不准？对啊，只是骑挡车麻烦一点，就是下雨天你没有车厢放东西，是唯一的缺点了。除非装一个汉堡。造飞机，造飞机，来到青草地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坐飞机。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我们没有你。确实，你就是你要撑啊，核心。所以很多骑重机的人都身体都蛮好的。配外挂包啦，防寒袋也会积水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啊。我那时候骑挡车是先骑第一台是金旺，然后第二台是老狼，然后接下来就没有再主动买挡车过了。再来就是进站吧，然后进站完就是这台了。欸，其实这样也没换几台，我算是爱车的了。我之前骑的那个老狼也才四档而已，还不是一样出去飙车，警察追不到。那个只要把刹车线剪掉，不要被刹车限制，每一个都把骑的跟猛跟鬼一样。桂林米粉。改齿盘，我那台有改齿盘啊，而且我撞掉的那一天是我要去改缸的那一天。那时候几年啊？二十年前？哎，是不是十八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？十五年前，那时候我就要准备上七二缸了，谁知道那一天刚好。出车祸，
早知道就那天就不要出门飙车了。然后出车祸头还破一个洞，就是你们看到我头上有一条疤长不出头发的，就是那时候撞掉了。那医生还边讽边跟我说，哦，你要骑车你可以去考重机驾照，跟我一起上山骑啊，你不要在这市区这样飙嘛，我看你也知道你是市区飙的。结果出来之后，因为那天代飙的人来，刚好那个就是那个朋友来找我了，就是啊玲玲欸，玲玲你有没有怎样，玲玲在人在哪里，然后那个医生都吓到了，但外面怎么全部都是摩托车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哎，看真的找不到那间店欸，刚才要 Google 吗？我以为我是人体地图，我以为我是人体地图，结果我不是，还是 Google 一下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哎，我们去那间牛肉面店三次四次都没吃到牛肉面，还是最后一次有吃到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我们最后一次有吃到牛肉面吗？是不是好像也没有？店在哪？我这附近有什么？双下巴板烤吐司，记得回家。李嘎哇，今天感觉也不错，咖啡厅吗？哦，我最近不想喝咖啡了，喝咖啡会变穷，喝到没钱了，就以为自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存钱了，还是一去一个夜市就把存的钱全部赔光了。诶，在哪里啊？干嘛？不是这间。哎，看，不是在附近吗？我在这里的，他在金武站后面，不知道有没有开欸。往南，哎呀！Go Go Power Ranger， Go Go Power Ranger， 你这只小狗狗一直在马路走。放放放放放放。全都是泡沫，一分一点的执着，你没有跟我，最后一世执着，只剩下你我，在这个路口，没人爱我。帝王今天怎么会在啊？是福福那边不好看吗？是不是那边不好看？你就跟我说是不是就好，然后我再剪辑起来。在哪里？因为我在找东西。
他不只可以看舞台吧？我干，我眼馋，我以为这也是木房子。眼馋，最小转回转半径。哎呦哎呦！跟你讲啊，买够楼的好处就是哦，你在这个巷子可以一直回圈，信不信我在那里定圆给你们看？而且我可以用时速6定圆。好，好，真的好吗？公转自转，好了，还是喝个咖啡好了。我刚刚看那个老板娘蛮可爱的。再一次啊，没问题啊。停哪里好呢？他门口可以停吗？还是我直接问他？你回来了？你去哪里了？还是我直接插那个洞？这个洞是给我插的吗？这可以停吗？你是有卖咖啡的吗？外带的吗？啊？这里有卖咖啡？对啊，我在卖咖啡。喝一杯咖啡。老板娘怎么感觉？好，怎么感觉我是坏人的感觉？我感觉我还是要挺好一点。买什么通行证？什么东西的通行证？九零江三联盟战旗。联盟战旗通行证，之前用你去玩美服啊，美服不用买就有送你通行证了。台服21329台服就是诈骗的。是这样吗？那就是你先选一下要喝什么。好的。你看如果要手冲，我要拿当月售单给你，在这边。有没有比较酸一点的中浅焙？我们几乎很多都浅焙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因为好、啊。那比较酸一点的话，那你喜欢明亮的酸的话，建议喝水洗。那目前的话，很建议喝尼罗河花园或是黄坡旁。对，这两个都是比较酸的，它比较明亮。但是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酸的话，多酶跟意记都还不错。对，一期的话是250，然后就是因为其实价钱是跟这里差不多了、对，如果是伊索比亚大概就是这个100，热的冰的这样不同价钱。可以先坐下来，然后就慢慢看。一个黄坡旁好了。你要黄坡旁？对。热的吗？冰的？我想喝热的，可是冰的好了，冰的好了。冰的话，它会更淡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喝冰的话，我比较建议有一支就是伊索比亚 QOH 冠军的，它是阿朵斯，然后它是厌氧处理，然后它做冰的会非常好喝，很像酒，好，很像红酒。好的，那我那个，那它就是它价格就是150这样。好，可以哈，谢谢。意记真的，我知道意记好喝啊，但总是要试一下。真真这时间竟然还醒着，我差点讲活着。
我刚刚以为那个粉红色 ID 三个字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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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是真主播。刚一进，他一进来就听到我在凑人，他一进来就听到我在凑人，还是他其实听不懂我在凑人？希望他听不懂。你这时间还闲着？我以为你都是开半夜睡下午的。本人出来的，我没有错真真，我从来没有错过真真，好吗？人家这么可爱，又这么善良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你自从跟凯哥出去后，作息都变正常了，这是不是什么幻觉？你现在是开早上台了吗？善良，不过多多晒晒太阳也好啊。可是你像你以前如果开半夜的话，早上还会出门吗？还是就有需要才会出门？大部分叫外送，跟朋友聚会才会出门。还是开台后就没有朋友了，都剩家人。才改回来，不知道改不改回来。所以你现在的作息是算正常的。桃园约吃饭就叫作息正常，除非有朋友找。唉，没事啊。好，哎呦，新企划哎，瑞娜的企划吗？瑞娜，这个是月溪吗？然后绿宝吗？他约中午那天后也在打阿谦，那他就没那么早醒，而且他跟人家有约的那一天基本上他是睡不着的。哦，那是豆豆啊，抱歉我没有在看豆豆。哦，那个是豆豆，怎么跟长得跟以前不太像？豆豆不是很瘦吗？啊，他也不胖啊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算了，不要继续说下去了，免得出事。树的，你们不要这样，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，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，被阿汪养坏了。阿汪也比较少在看的吗？还是我比较少在看游戏台？哦，蜜露的短发也太短了吧！这好像是那种战斗的短发，超适合战斗的。哎，怎么变掉了？哦，上面这个。将军安。耳下哎，这个是要想不开到什么地步才有办法写成这样。Mirren， 第一步还要短，我头发很长，好不好？其实，你说我头发超长。不要下电源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不要吓老板。
可可爱呢。我看过以前的弟弟啊，可以把绑双马尾吗？好像可以耶，我没有绑过耶，我对绑头发不太清楚，我是前阵子才学会绑这个包包头的。要慢慢学，慢慢学，以后我就可以绑那种，就是那种爱丽丝那种旋转边，然后在那个发尾的地方绑个刀片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攻击。九四二人，一秒变流浪汉，橡皮筋断了就变流浪汉了。下次有机会教我。哦，对，麻花绑法，可是那个自己绑也很麻烦嘛，我就很佩服那个女生自己绑头发。还有吹头发啊，光头发长要吹就很麻烦，你其实吹里面都还是有点湿湿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一定要买戴森，一个好的工具能让你事半功倍。再去编发一次，看我编那次头发就被我老板娘念了一下，他就说哦就拍哦，哦这吓人难哦，真难哦，嘿，高马尾，那好像跟橡皮筋也有关系耶，因为我有的人是用那种大圈的啊，我这个只是橡皮筋而已，它那个圈的会比较利一点，而且我头发太软了，你知道吗？它会一直往下塌。关灯了，那也没办法。其实我蛮羡慕的，就是开一间这种小小的店，然后是说我们。但是你得知道，如果这个店面不是自己的，光那个租金压力都不知道多难受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用付租金，对吧？飞机要飞，飞机起飞，飞机来了，飞机不飞。凡事多卡了一个，我家车库铁门打开就会营业了。那也要有人啊，也不一定啊。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。网路经营做假日客，你说哦，就纯做就那种，就是那个还不简单，我就直接私我朋友啊，我就说你帮我做一则 po 文多少钱？看一下他的那个 FOD TAICHUNG。底线 TEDDY， 哎，同学，你可以来帮我一下吗？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们现在收多少？我们粉丝数有多少，我们都收多少。276K 是27万，一折27万。你这才是天天吃好料哎！Summer， 真的 wanna summer。哎，你们有喝这个新的东西了吗？2天前，午后时光，浓重芒果奶茶。那里面还有别的客人，我想。
那个 seven 就有卖了。你看，这间就是我们去过的店。我记得我有一次下班的时候跑去的，然后那时候只有我一组客人，然后 我差不多喝到一半的时候又来了一组，总共就两组客人。啊，你看他们远远去拍照的，外面都没有坐人，然后你就知道干这件生意，这件基本上就是靠网红在推动的，因为开在的地方根本不是一般人会去的地方。有太多这种店了。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那天背包买的那个粉还没拿出来，我想奇怪，怎么背包那么重？因为看网红跟风趣的，还是我等一下就直接把你们丢到桥上。